歌手周汤豪第三张专辑《Real》自发行以来屡传捷报，攻占各大排行榜冠军宝座，实体唱片销售、电台排行、KTV 点播以及数位音乐平台等，通通都是第一名。五首歌曲 MV 正在影音网站点击量突破5300万次。为了答谢歌迷支持，唱片公司特别准备巧克力喷泉，请周汤豪亲手喂食幸运粉丝甜点，没想到机器却不听话，喷得他惊慌失措。哎呦，哦，等一下，这舞台，等一下，这舞台还要表演，这舞台还要表演，太扯了啦！哎呦，巧克力换楼了啦，周汤豪发毒了啦！半夜2点，外头将近10度的低温，周汤豪突然探访签唱会现场，给夜排的粉丝送暖暖包和热汤。虽然他呼吁这种行为很让人担心，但仍有粉丝不愿散去，偶像魅力无法挡。他们没有听，然后我就赶快待一待，我要赶快走，因为我怕我待了，然后又越来越多人来，所以这不是我的目的。所以说，有一些叛逆的粉丝朋友们，可是还是很谢谢他们。